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群到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官方追加的一个登录活动——辉煌十抽登录送哦。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的话呢，其实你不用那么急着去抽秦始皇哦，可以等一下他这个送的哈，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抽到哦。那秦始皇的卡夹呢，登录送的时间呢是这个2月2号、4号、6号、8号跟10号哈，这24、68、10这五天都会送这个帝王风范，就是秦始皇的卡夹。抽卡机会一次，那2月1号到2月10号总共每天都登录的话，都会总共获得10次的抽卡。那1号跟3号跟5号是三藏的卡夹，那6号那再来7号9号是铁扇，因为铁扇的话它是2月6号，铁扇是2月6号才开始，那三藏的话是2月1号跟秦始皇都是2月1号这样子。那三藏的卡夹的话，天竺系列的几率会大幅提升。那如果想要抽铁扇如果想要抽铁扇的话，这个中国神的几率会大幅提升，这样子哈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的石头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可以赌看看哈。等这一波这个秦始皇这个帝王的风范这个24、68、10抽完之后，如果都没抽到的话，哦，你可以再去抽，说不定因为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，可能中了就直接中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。大家喜欢我影片，要帮我订阅，右下角帮我按个喜欢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